你呀、啊，以后要谨慎一点，不要再闯祸了。Sorry， 我不可以。你什么？妈，爸，以后做事谨慎一点，不要再闯祸了。下次有事帮你的 bro 吗？谁说你可以跟我宝贝说话的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因为连生命那个都在帮我，我发现他跟你见面，你是个卑鄙小人啊！竟然在我背后说我坏话，他想要挑拨我跟我女朋友的关系。可不要这样跟 Prof Lan 说话吗？没想到你比我想象中还卑鄙一万倍，你是想要利用我女朋友？先别讲，我全部的字留在一起。好 ，Uncle Wen， 我有事找你。哦，找我什么事啊？我这边哦有两张 voucher， 后天哦就要 expire 了。本来我是想带我妈咪去的，不过我最近很忙，一直要带顾客去看房子。你可不可以等这个 voucher expire 的时候等到 expire， 等到 expire 才去啊？开门，嘿。真的很无聊啊！待会出去呢，我一定让你好看。别理他了啊！你饿不饿啊？这里哈、哦、有你喜欢吃的意大利面，意大利面，还有我煮的猪脚醋了。叫不叫？哦，我做了那么多哦，你妈咪哦，为什么一点反应也没有？哦，他还说他还是想吐哦。啊，你哎，你到底是不是搞错了？啊，你妈咪对我好像一点艺术都没有了。不可能啦！哎，你看他，那他，哦，不是，那他为什么一点感动也没有？咦，我们可以住多几天嘛？一天两夜你还不够啊？一天两夜，两天一夜了，妈咪。你要过夜，不能两夜，不然他没有位置。你们看，两天一夜你还不够啊？他的车他赶快闪了，你要过一点两天一夜你还不够、啊？是，赶快走。干嘛叫你学生批评我作品啊？你是不是不想活了啊？Number one， 你误会了，我们只是学术上的交流。